我跟朋友约了，跟这附近吃饭。你们家的热水器修好了？好巧啊！林小姐，林小姐，好巧啊！有件事我必须得顺便跟您说一下，你们家的热水器修好了，因为我爸着急用。 所以专门请师傅来修的，您先忙。好，我忙，再见。太巧了。